为各位介绍下面的商品，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由记忆站所推出的 PLG 的双曲线鱼眼的一个投射的一个 LED 灯。那这个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表，因为现在是晚上哦，然后可能比较看不太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中间部分，可以看到上面有一颗圆球，然后下面有另外一颗圆球。哦，一个是负责近灯，一个负责远灯，确实的把近灯跟远灯做一个分割，然后呢，能让到近灯的距离更宽广，远灯的距离呢能更远。那一般呢，我们在这个 LED 所看到的这个遇到的 LED 直上型的灯泡呢，会变得说有的时候远灯比较没有这么远，而这一颗鱼眼呢能轻松达到5公尺以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上的一个亮度，然后呢，实际上拍摄呢一样跟麦可仓库汽车精品我们常在拍摄的一个地点一样，那也是在麦可仓库麦可叔叔的一个大门门口。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一样路呢，是这个晚上的大马路。那左边看呢比较白的部分呢，是因为麦可叔叔我们这边呢很亮，因为上面有路灯哦。然后在整个店的这个总共5支加上店面总共数10支的灯管哦。然后对面也有车行，然后整体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来做拍摄的哈，绝对没有作假。然后呢，我们现在把这个店门打开，然后呢把大灯开起来。好，目前各位看到呢，在这个约车前3公尺处哦，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大灯开启的一个亮度的一个展示。好，我们看一下远灯、远灯、近灯，明显可以看到远灯非常非常的亮。我们可以看到远灯非常亮，近灯、远灯、近灯。哦，一般我们去跑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哎，远灯不够远，哦，有这种情况发生。哦，那这个像这组 PLG 的大灯呢，就非常非常适合。然后远灯呢，非常非常的亮。那我们再看一次，近灯、远灯、近灯、远灯，应该很容易的做一个判别。那以车子来说呢，在车前的这个3公尺处，哦，左右当然是一个大灯照射最棒的一个近灯距离，然后远灯呢，至少我们希望都能达到5公尺以上。而这组大灯呢，能非常确实的提供近灯跟远灯，它也经过了蛮多的认证。这颗是由记忆站哦所推出的这个LED PLG 大灯组，而大灯制造呢，哦，也是由这个非常知名的厂商制造的。那同时这家厂商也是非常多品牌的大灯的代工厂，所以品质呢也非常的优异。那如果喜欢呢，可以到麦可仓库汽车精品来选购，也可以看下方我们的超链接的网拍的部分，哦，都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网拍上进行购买。谢谢各位。